我叫做 Antonietta Manion。我今次介绍的就是澳门蝦，这个澳门蝦是400年前流下来的。那个特性呢就是我们的蝦是比较大只一点，第一。第二呢就最重要是它在后面那里我们要腌到它有味，还有蒜蓉是要熟的，还有少少辣。我继续我希望继续同你哋各位分享我哋澳门土生餸，同埋我唔想细路仔遗忘咗我哋澳门仲系有澳门土生餸。